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这一局我是好人。哎呦，这一局的任务来看一下。电力室，先跑电力室哦。哎呦，这八号你是要跑去哪里？八号不可以杀我，八号不可以杀我哟。哎呦，哎，很多人呢，我不敢在这里啦，我先跑走。直接绕跑，哎，我的任务感觉好难哦。一号为什么不动？一号你站在这里干嘛？一号，不能跟他聊天，免得等一下他把我杀了。客房，哎，我很害怕，不要杀我！哦，快跑快跑！监控室、储物间、电力室。哦，傻眼。然后去了露天泳池，我就去了阅览室，那里看到了三号，杀了一号。我听不清楚十号在讲什么，尸体位置在哪里？去通讯终端，通讯端是我姐的，那我要查一下七号，为什么七号比我早到？结果我到那边他没有捡，他就跑掉了。最后是我解掉的，然后后来我再去解拼图，然后最后我走到大厅。三号，你仔细听，十号是说你本人在阅览室把一号杀了。我相信十号的话，因为我最后看到你的时候，你是在客房，然后你往上跑，确实是阅览室的位置。所以呢，这一局我要投的就是三号。拜拜。这位五号同学，你是半断线是吗？我是茶一啦。刚才闻到那个死亡味道的屎，我在阅览室耶。然后十号就给我报告了，为什么不等我看那个脚印？直接走三号啦，三号最后根本就没有在大厅，我在大厅那边酒吧看着，没有人来大厅哦。对啊，然后通讯是我接的，然后我这没有绳子。在这边直接走山。我是工程师，我刚刚在电力室解任务的时候跟二号在一起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人，左半部没有什么人，还是他都在走道上，没看到他人。还不错哦，那个狼人知道有人会躲地洞哦，都没有在地洞的位置杀人。但是我去阅览室的时候，三号没进去，他是往观景台，我怀疑是十号自刀自爆。什么？真的是十号吗？我想先投九哎，我想先投九。我根本就没进去，根本就没进去阅览室的。那我到底要相信谁？先投九，先票投九了，全部平票，乱七八糟。哎呦，哇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六七八有神之。好了，先走谁？先走三吧，以后再走。不是警长长吃哎。投三吧，我觉得三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哎呀，太难了我。我姐上面了，我姐上面，好，走。哦，完成任务喽！我们看一下第三只狼是谁。哦，十号，十号你怎么陷害你队友？十号你这什么玩法？哦哦my god！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下次见喽，拜拜。